55 kilos。让我们首先有请红方选手，来自长沙智鹏搏击俱乐部的蔡伟豪 ，in the red corner from China， 蔡伟豪。蔡伟豪身高188公分，职业战绩8胜7负，7次 KO 过对手。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蔡伟豪 standing 188 centimeters tall, holding a professional record 8 wins, 7 losses, same time by knockout. 让我们响起掌声送给蔡伟豪。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来有请蓝方选手。来自深圳 Black Box 胜利人和俱乐部的莫森 ，In the blue corner from Iran， 莫森。莫森来自伊朗，年龄30岁，身高168公分，职业战绩56战37胜9次 ，KO 过对手。Introducing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Mohsen from Iran, a 30 standing 168 centimeters tall, holding professional record 56 fights, 37 wins, 9 times by knockout. 让我们响起掌声送给莫森。2019呼伦决俱乐部职业联赛男子75公斤级蓝方莫森来自伊朗，年龄30岁，身高1米68，体重75公斤。由深圳 Black Box 胜利人和俱乐部选送，他的对手蔡伟豪，年龄17岁，身高1米88，来自长沙智鹏搏击俱乐部。有请场上裁判毛景宇 ，our referee in charge 毛景宇。Hello. Okay, this fight kick about 3 minutes. No give up, no elbow, no clinch, no clinch. Okay, 开始去了，过来。Judge, timekeeper, you ready, fight! 加油，莫森！好，比赛开始。这是今天晚上的最后一场比赛，场上的裁判呢是呼伦决的裁判长毛景宇老师。对，中国裁判界的泰斗级人物。是的，但是我们看双方的俱乐部啊，今天晚上请的这个外援啊，都是非常的有这个实力的啊。哎，没错啊。你看这个75公斤级这个莫森啊，来自伊朗，你看他是3届亚运会散打冠军，4届世锦赛冠军。哎呀，没错啊，这个、而且职业的战绩56战37胜。是的啊，也是非常老道。哦呦，对，这非常有含金量的成绩了。一个后摆腿命中。哎呦，开局拼的就这么凶啊。很突然呢，他这个外摆腿啊直接上头的，这个很不好防的。嗯，没错，而且他的柔韧性，哎呦，转身边拳，而且这个选手的柔韧性也非常好。但是我们看到红方运动员蔡伟豪啊，他年龄才17岁，但是他的这个已经有7次 KO 的这样的战绩了。没错，但是还是要注意啊。但是我们从这个场面上看，感觉蔡伟豪感觉好像是要比对方的这个级别要小一些的哈。对，蔡伟豪属于瘦长型，莫森属于矮壮型。是。哎呦，莫森的这个拳启动速度非常快，而且很重啊。是的，莫森虽说是年龄30岁了，但是他的这种比赛的这种赛场上的这种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但是也是拳怕少壮啊。这时候我们看蔡伟豪如何发挥这场的比赛了。对，还是要多打控制，掌控好自己的距离。哎呦，莫森的突进能力非常强，而且他的拳连续性也非常好。是的啊，75公斤本身就是一个黄金级别 ，KO 率会出现的非常高啊。其实蔡伟豪的他的这种机会还是有的，那么这时候就看他的这种技战术是如何的运用的了。对，我们可以看到这莫森像那个很多其他的伊朗选手一样，这个连续击打能力非常棒。你看拳腿打得非常的立体，非常的干脆，非常的干脆，而且几乎是没有这种拖泥带水的这些动作。对，但
但是我觉得红方运动员蔡伟豪他完全可以做一些这种阻击的这些动作的，你看你可以距离稍微控制一下，然后用自己的无论是侧踹还是正蹬腿你阻截对方进攻，因为他的这个身高占有很大的优势，那么这时候莫森要想击打到他，那这时候他只能是做这种近距离的这种击打，他要向前突进，要用一种坦克式的打法，是的，哎呦这前手非常准确，蔡伟豪你就要控制距离不让对方来钻进来了，没错，比赛还有十秒，哇又是一个摔法，哎呦，哎呦这对蔡伟豪来说这是一场硬仗，哎呦刚才一记后手非常重啊，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看莫森啊，他几乎是没有假动作，他的每一拳每一腿都是秒足了进来进攻对方，非常实在，是的，而且你看他把散打的这些技术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的，包括这种侧闪的这种、大轮摆这种勾踢呀、什么之类的哈，这种小动作，哎呦扫踢，喂哦转身边拳，哇、哎、这转身摆真的是让人防不胜防，而且动作太突然了，对啊这对蔡伟豪来讲真的是一场硬仗啊，这时候蔡伟豪的哇直接击倒，哦刚刚咱们还说过七十五公斤是非常容易出现 KO 的，哎呦、这场比赛还是非常的突然的，没错，让我们恭喜来自伊朗的莫森，莫森，但其实我觉得蔡伟豪还是有机会的，因为我觉得他这次的技战术并没有运用好，对，如果说他的这个技战术运用好的话，我觉得他这个还是有机会的，对这对他来说，首先对，因为首先这有这个身高的距离，他就不应该让对方来钻进来，我们在座位上一起来期待最终的颁奖仪式，这对他来说也是一次非常难能可贵的成长经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都好，让我们恭喜莫森，接下来时间我们一同来期待一下本场比赛最终的结果以及我们最终的两支战队的获胜情况，好了，本场比赛经过裁判裁定，蓝方选手在第二回合第28秒 TKO 获胜。The blue corner win by technical knockout。然后再次的谢谢我们的莫森和我们的蔡伟豪带来的精彩比赛。